场，好的书也是真营养，读得多写作时多舒畅，看看以心细看，看得多越永不忘，页页是个宝藏，尽量吸收用时随心所向，看看每天细看，每本书又爱收藏，学问尽见心上，能用心思表达如烟花放，能用心思表达如嘉露啊，想问下你，对小学生嚟讲，写作系唔系好困难啊？系啊，我见过唔少同学嘅作文，材料咧都有好多，但系就唔识得点样摆放成一篇文章。所以我就想同同学讲解一下文章嘅组织结构。一般嚟讲，学生先审题，定出文章嘅中心思想，然后进行选材。同题目无关的材料就不放下去，而怎样去安排有用的材料就是一个问题。有很多同学他们以为写够字数就可以了，还要是一边作一边数，数到字数差不多的时候就停笔，那当然不会有佳作啦。写文章就好像捉棋一样，要摆阵势，哪些材料应该摆在哪个部位都要讲心思的。是不是好像捉棋的时候调兵遣将一样啊？那不如你讲下有什么兵将啊？听住咯，有线索、开头、结尾、段落、部分、过渡、照应、长写、略写等等。在文章里面，呢啲兵将又点摆法呢？就好似呢幅图咁。净系讲同学唔明噶。所以我就准备了这篇文章来做例子。是一个办法，是用记事的手法来写的。是啊，整篇文章是记作者在学校和同学开完会回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当然是作者遇到有困难，需要用一些办法去解决。他怎样写出来呢？写文章，作者思想感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联系。就好像一条颈链咁，按要求用一条线将每一粒珠穿起一样。所以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线索，将文章的材料串联成一个整体，不会离题。那这篇文章又用什么来做线索呢？全篇文章是围绕想办法去解决困难的一件事，是以寻求办法、想出办法和实行办法来做线索。我想办法这个词语会在文章里面不止出现一次的。当然啦。文章有了线索，就有明确的概念，更加具体写出内容，突出中心思想。你这样说，有些同学可能就会跟着文章的线索一笔写到底的。不用担心，跟着下来我就会讲文章的段落了。段落的意思是什么？段落是篇章结构的基本单位，表示作者的思路，写完一段再写一段，那就有起伏，有推进，而读者读完一段有一段，就更加能够逐段去理解消化。咁以乜嘢方法去分段呢？记人记事嘅文章咧，通常都系以事情嘅发展啦，或者系时间嘅推移嚟分段噶。呢篇系叙述事情嘅文章，系以中心事件嚟做线索，所以就依事情嘅发展去分段啦。系啊，第一段就系咁写嘅。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我从学校返家的途中，发生了一件教我自身的事。好啦，下星期六在我家排练。好啊，到时见。今日我哥哥生日，我要快啲翻屋企。咪走住啦，同我一起搭车啊！你咁漏气唔等你啦。唔系漏气，系小心啫。得得啦，咁样拜拜。拜拜。喺
呢段，作者首先引出心中有一件令佢自身嘅事。自身系咩意思啊？系自觉咁去改正以往嘅错误，重新有一个好嘅开始。第二段系咪讲紧呢件事呢？就系事情嘅开端啦。我走到西铁车站，正准备入闸时，才发觉钱包不翼而飞。为了要及时回家庆祝哥哥的生日，心想要吗就跟别人借车费，要吗就打电话向妈妈求助。我一定要想办法。究竟作者选择了哪一个办法呢？抑或是想到另一个办法，就是第三段的内容了。我环视四周，这个车站一向没有太多的乘客，今天亦显得冷清清的。入闸机的响声格外清晰可闻。忽然，我心里涌出了一个妙计。班里的同学常说我个子矮小，今天这矮小的身躯可大派用场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咁矮小一定冇问题。这一段讲出作者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，这个妙计作者以为是天衣无缝，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？当然不是他想象之中那么容易成功，看看第四段。于是我加快脚步走近入闸机旁，当附近只有一两个人走过时，我迅速蹲下身体，像一只小老鼠般准备穿越过去。怎料我在找一条锁匙啊。找锁匙？我真的找一条锁匙的。你不是想搭霸王车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也是一时大意，不见了个银包，连张八达通都不见了啊。你放过一次吧。我当时被他连珠炮轰得不知所措，只是无奈地重复说自己是在寻找钥匙，而最终也说是遗失了八达通。第四段写出作者的办法不能够成功，这个办法啊，还被车站的职员识破了，陷入困局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好彩这个时候才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有人同他解围。真的？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一把陌生的声音。这个银包是不是你的？是啊是啊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刚才在学校的走廊上，你很快地走过，还跌了个银包。我想叫你拿回，你又听不到，我就跟着你咯。原来你在这里。包啊，真好亮，我真的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啊。我而家去入闸啦。嗱，细路仔做嘢咧就要小心啲，仲有啊，唔好谂一啲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嘅鬼主意添。知道人少少，我以为冇人睇到添。就算冇人睇到，都唔代表你冇做错噶嘛。呃到人哋都呃唔到你自己啦。嗱，呢个同学咧就讲得啱啦，佢唔单止路不拾遗，仲送佛送到西添。我欢喜若狂，车站的职员亦明白真相，祝我以后要小心。并对那位同学的行为赞赏不已。第五段是讲作者得到同学的协助，亦都是整件事情的结果。如果我是作者，一定会有一番领悟啊！作者都有他的感想啫。没多久，这位同学因要搭公共汽车而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想他虽然年纪与我相若，但品德操守却远比我高尚得多，我不禁因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。此后这件事情不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，也令我谨记，凡事需循正途寻求解决办法，决不能取巧，也不可自欺。所以第六段就是整件事情成为作者日后自我警惕的印记了。是啊，
你有没有察觉到表面看来文章的六个段落是可以概括成为几个部分，或者叫做几个层次？不过一个段落又不等于一个部分，好像这一篇文章的第三、四、五段都是讲它实行办法的经过和结果，是同一部分的内容。那你觉得这篇文章有几多个部分呢？就是分为三个部分。离开学校返家，发现不见了钱包，因而需要想出一个办法，是第一个部分。作者想出一个办法，但是实行失败还陷入困局，结果由同学替他解围，是第二部分。至于第三部分，就是作者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十分惭愧，因此而时时警惕自己。这样去安排文章的内容是不是有条理得多呢？这篇文章分了三个部分，但是又包含了六个段落，会不会觉得很破碎啊？所以写一篇文章就要留意每段与每段之间的过渡，还有整篇文章要有呼应。过渡即是指文章每一个部分或者是段落之间的衔接或者是转换，它承上启下，令到文章的思路畅通，结构严谨。例如第二段尾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就是作者要寻求办法的意思过渡到想到什么办法。而第三段尾句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就是表示作者灵机一触，想到不给钱搭车的办法。而呼应是指文章前面点到的事物，提出的问题后面要有着落，后面讲到的内容前面有个暗示或者铺垫。一般文章有标题和内容，开头和结尾的呼应。例如题目是一个办法，文章里面第二段我一定要想办法，第三段我心里涌出了一个妙计，第六段也令我谨记凡事需循正途寻求解决办法，是内容和题目相呼应。而第一段发生了一件教我自身的事，就同最后一段这件事情不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，也令我谨记凡事需循正途寻求解决办法，决不能取巧，也不可自欺。这两句就是首尾呼应的效果了，结构是不是严谨很多呢？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吸引读者，又或者是想读者对文章留有深刻的印象，有什么办法就是怎样开头和结尾了。开头是文章的起始部分，又称为起头、起笔。开头带出文章的发展，体现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。这篇文章的开头你觉得怎样？作者一开始就提及有一件令他自我刷新的事，令到读者很想知道是什么事，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。是啊，至于结尾是指文章或者作品的终止部分，表明事情的终结和问题的解决，使到文章或者作品结构完整，内容丰富。很多时作者的感想都会在这段道抒发出来，这一篇就是一个好例子。至于内容方面，有些同学在每一段都会写得很详细的，而有些由头至尾都会写得很简单，很难掌握到文章重点。这个就关乎文章内容的长量，能够突出中心思想的主要材料、情节、人物和重点场景要长写，其他的略写就可以了。所以第四、五段叙述作者的办法不能够实行，以及第六段有关他的感想都比较详细。而第一段的引言和第二段记他要想出一个办法就比较简单了。不错啊，整篇文章的阵势都讲得很清楚啊。还有很多猛将调配添，我第日会做一介绍的。哦，循序渐进都是一个好办法。